上了吧。说一句话，我嘴巴长的这个疮结的痂还没有就是好彻底，所以有点张不开嘴，吃的不够大口，没有以前香，见谅。
我现在吃蛋糕，蛋糕皮的中间有开始试着加一些水果粒。这里面是凤梨，我多吃几个习惯了就好。这会儿看表情吃的不是很享受啊。里面还有一些椰果果肉。